用了，我没什么兴趣。轩总，我们回家。我的鞋呢？我鞋怎么不见了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啊？不好意思，刚有些事耽误了。怎么啦？又去面试了？不是，是我家那个二邻居今天又发神经。最近真的很衰，老是遇到怪人。恶邻居，我家楼下也有一个恶邻居，像这种人呢，就是有神经病，没事就是爱整别人。对，我家楼上的女的就是这样。我跟你讲哦，像这一种人，你千万不要怕，你一定要给她好看，要不然如果她觉得你好欺负的话，就会一直欺负你。没错，我就是一直反击，可是她今天又整我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就再整回去嘛。怎么整？很简单，你就把他的鞋子给偷走。像我今天呢，就是把我家楼下那个男人的鞋子给偷走，看他今天要穿什么出门。我的鞋今天就是被那女的偷走。不会这么巧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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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那男的找不到工作，他们说那女的很漂亮，他们说那男的是帅哥，有在玩边，是玩边。你家往这个方向啊？是啊，也不是啦。你家呢？很难说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要去别的地方，我要去找朋友。哦，太好了。哦，不，我是说啊，你先忙啊，我们有空再约出来一起练琴哦。好啊，好啊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拜拜拜。可怕，好可怕！万一他真的是我的邻居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应该要小心一点才对。哦，好险！万一他真的是我邻居，该怎么办？站得住是？你这就是七楼那个新邻居啊！啊，原来你就是那个没口德先生。原来你就是老小姐。你是哪一只眼睛瞎了？我这么年轻，哪里老？你还敢凶我？我的鞋呢？小偷。
鞋啊，鞋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刚才你已经承认你偷我的鞋。喂，是你先在电梯里贴纸条的好不好？谁知道你这么爱跳啊？我又不知道你搬进来了。几岁了还不正经点？你说什么？干嘛一直跟着我？谁要跟着你啊？我是来搭电梯的。我现在不想要跟你一起坐电梯，你去给我走楼梯。你凭什么叫我走楼梯啊？你，我也是这里的住户哎。因为你还没有开始付管理费啊。现在这个电梯的电是我付的，你想要坐电梯，门都没有。好，好，你要坐给你坐，进去就不要后悔。八楼的小偷小姐，你是爱有鞋的狗吗？快把鞋还我！姐是不是中邪了？我现在的感觉非常的害怕，依照我目前的情绪，我没有办法思考。厉害的吉他手，看他那个是个狮子背。没想到谢灵君那么棒。嗯。哎呦！骑魔音传脑了，啊！不行，我不能够怕他。